哎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女生会嫌弃一个男人穷吗？当然会了。回答这么肯定，就不加思索。那你们男生会嫌弃女生穷吗？不会，因为男人只会嫌弃自己穷。那你谈过几段恋爱？你是想知道一个数字，还是想了解我的过去啊？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分手。那都是我自己的原因呗。我第一次认识一个人愿意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那我抱怨有什么用啊？那还不如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提升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三观还挺正的。是吧？其实我有时候也挺感谢之前的经历，就是他们让我变得更优秀，变成更好的自己。那你现在什么样？现在挺好啊，有你相伴。那我方便问一下，你还想他吗？只有喜欢一个人的话才会这么问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喜欢我呀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好奇的问一下。好奇？那你还不如好奇问一下的，我在感情里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什么？学到了怎么去珍惜当下的你。